都来当陪衬来了吧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次电台只招一个主持人，基本上就是我了。报名费都交了吧？有那钱买两条裙子穿多好啊！白花钱，哼！小子，哦，这是他的材料是吧？对，那封面。十二号，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是十二号应聘选手，我姓王，芙蓉王的王，我叫王芙蓉，大家平时都叫我芙蓉王。你自选是什么？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，名字叫做《山不转水转》。山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山也转，没有别死的牛。停，你还要准备朗诵的片段吗？这个我还没有准备，我跟你们跳支舞好吗？大家都核实一下自己的报名表，下面请32号入场。好紧张吧？还没开始吧？没，等我。别紧张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不错。哎，绝对不错。给打分啊？打10分。没问题。哦。哎，哥几个，亮分啊！10分，10分吧。好，我也10分。10分吧。这也太不严肃了吧！我也10分。10分。哎，哥几个，晚上请你们吃饭啊！好，有请下一位。啊。请13号入场。别紧张啊！别紧张，注意节奏。懂什么啊？知道节奏？不是老听你说吗？非常准确。13号，你准备放弃这道题吗？马老师，我不会放弃。
蟒袍中的黄蟒又分为明黄和杏黄，明黄是皇帝和皇后的专用颜色，但是皇帝的蟒袍上绣的是龙，皇后的蟒袍上绣的是凤，只有亲王和将帅的蟒袍上绣的才是蟒。那什么是龙，什么是蟒呢？五爪为龙，张口吐珠以示唯我独尊，四爪为蟒，闭口以示尊上与臣服。回答完毕。回答得非常好。懂不懂啊？你就鼓掌，你鼓了老师也听不见。节奏多好啊。哎哎哎，干嘛呢干嘛呢？这是考场，又不是戏园子，鼓什么掌呢？十三号，既然你对京剧这么了解，那你就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吧。主任，可是没有这道题啊。临时加的。十三号，来吧。我给各位老师唱一段《龙江颂》选段。哎呀，我们这是在招这个节目主持人，又不是在招京剧演员啊。十三号的第三道题是自选朗诵啊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就朗诵一首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。哎，要声情并茂，要顺畅，不能有错别字啊，这是做主持人的基本要求。主任啊，这也太长了，有几个人能背下来？马主任真是慧眼识珠啊，我可是听过卢启霄朗诵的《长恨歌》，那是一字不落。那就来吧。《长恨歌》，白居易。汉皇重色思倾国，御宇多年求不得，杨家有女初长成，养在深闺人未识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，春寒赐浴华清池，温泉水滑洗凝脂，侍儿扶起娇无力，始是新承恩泽时，云鬓花颜轻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，承欢侍宴无闲暇，春从春游夜专夜，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不许抽烟。还多长时间呢？刚开始，还早着呢。咱们回去吧，还得给老爷子老太太做饭呢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。这有你，你是师傅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一会儿老四，行，放这儿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了。好，哎，阿姨子健。我一言唱不尽绕口令儿，我唱的不好，您多把意见提。嘣，非常棒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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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呢，请我们各位评委老师为十三号选手评分。十三号十分，十三号十分。十三号两分，哎，打分啊！十三号两分，哎，哥们儿，打分啊！十三号两分，十三号两分，十三号两分。我承认你戏和大鼓唱的不错，不过我们是在招主持人，很遗憾。这哪有谁要打分的啊？哎，同志，这里面不能进。起来！什么狗是评委啊？有没有脑子啊？有没有脑子？你们一个一个，你们这是脑袋呢，还是葫芦呢？啊！来人，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快，来人啊！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主任，啊，还是您自己评的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哎，开什么玩笑呢？
请大家吃西餐好不好？这都是蹭饭来的啊，都是白吃的啊！别走，这是招主持人的，别走，走什么呀？不是你们，别走啊！你们是招主持人，这是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啊！结党营私，黑白不分，你什么狗屁评委啊？你叫警察，叫警察！警察同志，你来的可真是及时啊！快把他带走，他破坏这个考场秩序，破坏社会治安，赶快把他带走！那你坐下。坐下，叫我，我坐下。我告诉你，你以权谋私，你歪门邪道，你破坏梦想，你知道吗？家辉。这个主持人我不考了，我回去以后好好工作，我再也不做梦了。别！哎，齐霄，齐霄，别跑呀，齐霄！马德利，马受贿你！胡说什么呢？谁受贿了？第四个，你了，第四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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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四